First blood. 剑姬打不过剑魔，我的剑姬一直都打得过。掉了两个刀有点烦。冉冉怎么被扔到床角？被我敢撞倒了，估计。不着急，等一下再把他扶正就好了。我操，学艺的这么凶啊！这个石头人，我曾经有另一个名字，如今我们是暗翼。嘿嘿，没打着。他好怂啊！我操。稳如老狗，别吓到他。哈哈哈哈哈哈 ！Good boy。杀死群山莫非特，而你只是一堆石块。And the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还是先出黑切。发现先出黑切太舒服。先出黑切是无敌。瞎子可能在，我操！一个巴掌拍他妈两百血，他的样子，其实这波上蛮危险的，这个位置很容易被瞎子抓，抓了就要死了。剑宗在干嘛？瞎子去哪？有点想知道。向我祈求怜悯，我要赐给他们死亡。开大好像刚才可以死，不急，我要把兵囤着，然后给他越。哎呀，跟你们讲话，好烦啊！跟你们讲话。小兵又死了，这样越他更伤。是失败的证明。啊哦！哎，
我还可以杀他，信不信？给你们表演一个。给你们表演一个剑破顽石。我少打一段伤害，要是刚刚是 QWQEA，A 再 Q 就好了。哎，顽石破剑，这也太尴尬，好尴尬呀！你不让我爽，那我就让你哭，臭石头人，他妈的，烦死了 ！Rampage。这杰哥都开始暴打对面剑圣，顽石破剑，走位，小走位，小走位，应该可以断他的兵线，不着急。石头人呢？你在这里。越不掉呀，他这波闪现好像也好了。哦，你还不会还要出来吧？哇，真不怕死！我卡了他视野，他看不见我。哎呀，他没往前走，好烦！能不能快点九级？我快等不及了。别叫沃根，别吵，不是有东西吃吗？你这天天也叫叫叫，天天叫，就我把他大招跟他的闪现先骗出来，下波再给他杀波大的，下一波我要他的命，然后还要要他所有镀层。别急，聪明石头人，这波没办法打不死，我尽量打他的闪，知道杀不死，打他一个闪可以。要给他杀两次呢，他下波回去要买什么呢？他不会回家不缴血了。我这波出来黑切了，对一名英雄造成物理伤害时会施加 5% 护甲削减，持续6秒，至多 30% 护甲削减，也就是说一套他就 掉了30，还是挺痛的。别急，他这个已经是强弩之位了，知道不？这个是大厦将倾，强弩之位了，等着看好了。啊，他没护甲了。看到吗？他顶不住了。嗯？我你还要来是不是？来来秀，秀起来，瞎子。这里可以不用走。哎，不对，他有大招，我操！忘了他有大招了。那我怎么办？
忘了他有大招了。我操，胆子大。年轻人胆大。520，这什么意思？我操！来我这里。可以吧，要看可血吗？可血也行。其实不用来阿姆尼，你不用来我也能给他约。刚没杀到瞎子，真可惜。要刚才杀到瞎子就好了，没杀到瞎子。咳血打不死滑板鞋，打得死。咳血就比较弱，出把咳血也行，很久没玩了。主要是我发现黑切太行了，第一件黑切实在是太行了。哦哦，坏了，坏了，出问题了，出问题了！我操，可血有点贵，如果是买穿透的话，差一点点。如果是穿透的话，就刚好，一点不浪费。30，30，30，这也是55，买完是60，又死了。这有点难受，这有点难受呀。啊！我要好好玩了，我要好好玩了，这搞得有点他妈搞不懂。哥们搞得有点云里雾里，我在想装备，我在想装备，装备的事情，正在歌唱，还差300块。这他妈的剑魔每次打那个小兵就剩一点点血，是真的烦。干嘛老是剩一点点血？他剩那一点点血是真的烦。哦吼！这什么伤害呀，碰一下我就要死了，真的牛，差一点点，我还怕我伤害不够，你知道吗？差一点点，好狠的剑士，这二塔是真的脆的，我就很喜欢拆这个二塔，这二塔是真的脆，这是破坏的魅力。好像是有红的是吧？我刚刚照了一下。红 buff 呢？63。不、哦。
还行还行，我操，差点就出大事了。哎，我操，还是不太行啊，可雪，感觉还是锯齿短臂那一下比较顶级。哦，还好还好，我感觉还是锯齿短臂那一下比较摁一点。还好杰哥来，确实。杰哥，你要是不在，我都不知道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。发生什么事？我不喜欢出食物，是的，食物太垃圾了，这种。来了，这个时候就要比那个星虫要猛的多了。我应该回头直接 Q 过去，这大招封路太恶心了。还行，弄死他们，吧唧。我操，应该烧死了，很痛的这个。哇操，这他妈打不死呀，没办法，这剑圣十二级破败是真的变态。5232吗？这装备真不砍一下，5000多的收益是什么意思呢？5200的收益啊，牛呀！这没到20分钟就能有5000的收益，太超模了！这装备，他要砍一下才行。不砍一下不行，不砍一下是不行的。不用，哈哈哈！这个我要定。首先要懂得痛恨。真不砍一下破败啊！这装备真该砍一下。我以为他们是打大龙的吧，而且收益没那么高，才2000，他这都5000多，打英雄才有收益。小闪了毛子。我操，爆死 ！Nice， 我操，这杰哥玩的真好啊！杰哥有在健身呢、哦，有在练哦。我操，这杰哥清兵也太狠了！杰哥有在练哦，杰哥好猛！我操，杰哥，杰哥也太狠了。杰哥比我猛多了。哎呦，完了，杰哥，杰哥怎么说？杰哥还想秀？这大眼在干嘛？这么狂，怕死？我操，杰哥17杀，好狠，很屌。能让我暂时忘记这家伙。9头蛇2933，这个要打英雄才有收益的。哈哈哈！就是你这个，来接个 Q， 嘿嘿 ，Q 过来。
还好没死。不行，我感觉如果出可血的话，黑切不能出那么早。黑切出太早的话，不搭。黑切跟可血不搭，他应该是直接可血，然后冰刀，然后破剑走，就直接可血冰刀就好了。关太慢了。哎，五十块到手。啊，你不关注啊？